风吹乌手伫树篮中飞来飞去，清脆的叫声加上吹来的风，让人感觉实在真舒适。都是因为金球啊好处多，所以管府嘛想要伫搭啦举办地球活动。我们有一个平地造林，我们总共推动了以后，总共造林了1109公顷。那当然对于我们吸收二氧化碳或改善地球的环境，我想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帮助。那借由碳汇林场，我们继续延伸到今年的植树节当天，除了我们整个植树的活动，也会赠送苗木1600棵。虽然地球节还未到，但是现在这个季节已经是适合栽种树的时间，而且乡镇有心要来做，也得到福地文教基金会的大力协助。那我们的九老爷，它是一个公墓园区，那里面刚好有一些地点，就是有一些土地，有一些空地。那我们就想说，为什么不种树呢？市长他有这样子的一个想法，希望将这种善的种子去散播出去，所以我们也希望说，能够将这种善的涟漪，从我们这个地方开始往外散播出去。除了福地基金会以外，这次地球活动，林务局南投林区管理处也提供不同款的树种，来收听上支持种树的分林官为园区增加景观。南投林管处的全国模范社区可以说都是落在云林县这几个社区，所以在这边真的是很感谢云林县。有树的所在，就像你所看到的同款，唔那有树荫好食，各动物会来丰富生态。二礼拜这一天，就到九老爷环保自然生命园区，为地球尽一份心力。记者林依林采访报道。